隐约雷鸣，阴霾天气，但盼风雨来，能留你在此。万叶集。法医科同事兼好兄弟大宝的婚礼定在我儿子满月的三天前。婚礼前一天，我们和大宝聊了很久，或许是喝了些酒，或许是认识太久，彼此感慨人生，说了些没头没脑的傻话。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当我被大宝叫醒的时候，天际才刚刚发白。大宝似乎一晚上没睡好，顶着黑眼圈。我抓了抓生疼的头皮，摇摇晃晃去洗手间洗漱，余光瞥见大宝正衣冠整齐地坐在沙发上发呆，眼神有些闪烁。一时间，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婚礼前夕，那种兴奋激动，那种意气风发，和现在的大宝截然不同。大宝的脸上仿佛写着忐忑不安四个大字。看来啊，每个人在结婚前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，我自言自语道。车队很长，来的大部分都是警队里的老朋友，痕迹检验员林涛、驾驶员韩亮都穿得特别精神。韩亮还算淡定，而林涛简直跟自己要结婚了一样兴奋。当然，林涛兴奋也可能是因为小羽毛，这个去年刚加入我们勘察小组的小姑娘陈诗雨，现在已经是我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，或者说她简直就是我们的生力军。她一改平时精悍利落的打扮，罕见地穿上了一条长纱裙，我都差点没认出她来。大宝，恭喜你。小羽毛笑嘻嘻地迎上前，这是我爸和我的份子钱，哪有这时候就给红包的，快，咱们先迎亲去。韩亮拍拍小羽毛脑袋，师傅啊，应该亲自来包红包，这样大宝还得敬茶。林涛赶紧护着小羽毛，用肩膀顶开韩亮，张罗起来，走，咱们给大宝娶媳妇去。一路意外的畅通，这天真是好日子，云淡风轻，街上也遇到了好几对婚车，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，每个人都把能想到的祝福在路上就先唠叨了几百遍。大宝受到我们的感染，一扫之前的忐忑心情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很快我们抵达了宝嫂用作闺房的酒店，喜气洋洋地挤着电梯上了楼。我们正忙着把红包掏出口袋，却看到新娘的房间门口堵着一群人。怎么了，妈？大宝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迎上前去，喜气洋洋的神色还僵在脸上。不知道我家孟涵出什么事儿了。宝嫂的母亲哭喊着说，早上起来就敲不开她的门，找服务员来打开房门，没想到门里面用防盗链锁着，门缝里也看不到人呢。哎，会不会宝嫂还在和你赌气啊？林涛转头问大宝，你都没有告诉我上次是怎么护好宝嫂的，还是她一直在生气，这会儿真不开门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陈诗雨撩起裙摆，上前一脚踹开了宝嫂的房门，门外的一干人等全部冲进了房间。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宝嫂走了？林涛问。走了怎么会从里面挂上防盗链？我说。那怎么回事？陈诗雨问。突然被人群挤在门口的大宝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摔跌的巨大响声
让我们都吃了一惊，全部扭头看去。大宝靠在玄关处的墙壁上，痴痴地望着对面的柜子，柜子的门缝里露出一角婚纱，殷红的血迹在白色的婚纱上格外醒目。